当我老婆又来帮忙移栽茄子，你给我干嘛？你不用托盆啊？那你托嘛？然后你让我自己托。不然我来，别挖，别挖，你会伤到根系的。我没有挖，我是把它松一下。那不就是伤到根系吗？我来，啊、你不要，拿着手机。搞不出来啊！他为什么不动啊？都说我来了，真的是。首先把这个桶捏一捏，然后这样子，嗯，轻轻的抖一抖，你看都是根系，你看那样铲进来，不是就是这产生你就伤到根系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大白根，你不应该把啊这个筋要小心点，别给它拽断了，重吧重吧重吧。哎呀，种个茄子这么费事。哎对，啊，快点啊，12点多了。搞完一盆又一盆，我的肚子都要扁了。终于在老婆的努力下，两盆茄子已栽好了，浇个定根水，完活了。